些东西，他会跟我说，哎 ，man， 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楼下的那一家猪脚饭关掉了，那一家粉店关掉了。我说天哪，那个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最爱吃的。我们以前写过很多歌，其中就有这一首。今天他来了。右手边，这边，你们准备好没有？不知道算是谁的错，那个人的话不多，气氛尴尬难不错过，都得我结果。但发现互相都在躲，伤人的话都不想说，气氛尴尬。找你都不主动，都不主动，像陌生人那这关系又不普通，不普通。你有人陪，我有人陪，都不寂寞，都不寂寞。太久没联系，连号码你都记错。互相太多都装好吗？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。电话不接，当没吵架。当我跑得摔烂床，各自不讲话。你答应寻找突破，在夜里陪我哭过，带陪我。事后撤，收获。我不想让这游戏限制你，连朋友都要问我是不是在骗自己。今天想不完的话，聊天我不舍得挂。这个气氛超尴尬，明明知道你跟我都放不下。谁被谁偷走的心，不要孩子了，孩子了。流浪都找不出原因，不知道算是谁的错。两个人的话不多，气氛尴尬。假装不在乎，到后来接起电话又接出了冷冷的态度，你说不算，算了吧，已经到晚了，小心已经不想再去相信他的任何一句话，脾气大了要爆炸了，感觉要吵架，搞得声音大到只能听见 bra bra bra， 放放放，电话赶紧给别人挂了，会不会的答案求你放下女王架，怎样？像个那样，一声表哈，没有钞票。推不倒啊，没有草跑，别跟你告白，女生我没有草跑，但有个草牌，你可以请你说分手，分手他不会记恨你，你怎么还好意思叫他送你记恨你？但是街上那些婊子说要把灯再借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把灯借给我，把灯给我，我赌对。不管算是谁的错，两个人言的话不多，气氛尴尬难不错过。给点声音，突围徐真真。最大的尖叫声送给 TC。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演出了，五年了，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演出。我相信现场所有人的95%没有看过我们在一起演出的吧？应该有50%。我们以前去过很多地方，我们在广东甚至杀疯了。我们在广东，我们去福建，我们甚至演过，加上工作人员合起来7个人的演出。我们先，真真在我很小的时候帮过我很多，然后我们一起住过，我们是室友，我们在一起做音乐。我相信应该没有再有机会可以跟一个男孩子了，记住这么一起住产生那种感情。我今天是我。
今天是我巡演的第一场，我想把真真叫过来，然后让他看看我这几年变化，让他看看我们都在干嘛，然后同时也把这首很久很久没有完整的一首歌送给大家。我说 TC， 你说牛逼 TC， 最大尖叫声送给你们自己。接下来我下去喝个水，我把舞台交给我们的 Two Real 徐真真。打死！